早上好，一直都在说我要给他做饭做饭做饭，我一定要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做，所以今天我决定一展身手。好，首先我们来切胡萝卜。由于刚刚呢那个角度有点背光，所以我就换到这边来切，这边空间比较大一点。哇，我已经感觉到它辣了。我收油，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食材都放到锅里面，加入牛奶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这个味道好香。